我靠！还要拉哎！过了过了过了，妥妥了，过了，稳了。好，拜拜。然后就先打开，然后要开车过去。开车直接把门顶起，别吧，我们循正规路线。哎呦，好屌、哦！起来，起来，抬起来！我知道可以直接开门，但是我不想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参照人家的玩法？我不能自己玩吗？真的是这些怪人。就是不想那么快过关嘛。让那个发电机发挥一下，不行哦。让发电机知道它还是有用处的，你懂吗？不然每次玩这个人都跳关，那多可怜啊！哎、欸，没电。哼、欸，瞬间抬起是这样。哦呦，差点被夹死哦。哎呦，好屌！
算了算了算了，放弃了放弃了。我靠！他怎么会自己下嘴啊？大哥们，救救我！为什么他会下嘴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白痴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看啊，其实他们有开的时间哦，只要一踩，然后跳过去就给过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不要做云，我们不要做饼，做过一次就好了，不要再做第二次了。我们要循正规做法，这样才有戏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妥妥的，妥妥。是不是？这没电。都不好意思，都一直没人。没办法杀六，哎呦，有一人。哎，错边了，错边了。哦，对。哎，原来那边有发电机耶！哟吼，发电机下坠。
哎，你好。汽车。也是有查，旧系的旧系有查。走吧，我们这边要怎么走啊？为什么不能连那个发电机一起拿下来，一起拿在手上这样子？就去争他们不公平。一手电箱，一手机器，讲得很简单。哎耶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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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闻，闻了，闻了，闻了。然后再拔电池啊，再拔电池。等等，不能，要拿箱子之类的。一通电马上抬起是这样。耶，有有有！我靠，电线那么硬，不会断。六不六啊，六不六。
好魔性的游戏。哟吼哟吼哟吼！还有几关啊，各位，好几关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火炉。后，其实我今天有看某皮玩，我就看前面，但后面都没有看，得靠自己摸索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快啊？就是这么快就没了？烂呢、欸？烂游戏！这种游戏我做得出来啊！妈的！不糊，只要够我时间，我就他妈做得出来。哦！哦！怎么会叫？我以为说要把我烧死了，吓死！为什么这边雾这么大、啊？哦，它是靠火来驱动的，靠燃烧那个，所以开车去载，这很明显嘛。哎、欸，右转，这车真是慢到一个极致哎、欸。我开在两分钟三个小时，这怎么有一台车？